赞美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每一个投入祷告，你投入祷告的时候，你会感受不同的。闭上眼睛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。不要退，不要退，不要退。我后站一下，不要退。不要退，不要退。闭上眼睛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有怒气，怒气就有破坏性了，怒气就有破坏性。有怒气，不要站那么。有怒气，马上就处理。这个就是我们讲台的刚才的教导。有怒气，马上就说怒气没有用的，怒气破坏与人的关系的，怒气。也神也不喜悦，神就不祝福了。所以我就说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就顺从情欲，顺从情欲就发怒了，但发怒就不好了。好了，享受神，就好像现在在天堂，好不好？好像在你们尽量站近一点，因为什么站近呢？你越站近，感受能力越大。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耶稣，耶稣，一边想着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。你就会感受这种力量摇动你的身体，你就会感受束缚平安的，你就会感受爱啊喜乐啊，你就看你自己的投入。如果你在分心的话，你就不会有这个经历的。耶稣，感谢天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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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
释放你，改变你，恳求圣灵充满我心，恳求圣灵释放我，恳求我知道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我讨神的喜悦神就喜欢的。我现在不要玩，不要玩玩这个电脑，尊重这个时间，恳求继续闭上眼睛，投入耶稣，耶稣，从心里呼叫，耶稣充满我，耶稣充满我，改变我，改变我，拥抱我，拥抱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，哈哈哈哈，将重担吹出来，啊。Hallelujah! Hallelujah! 圣灵充满我啊！圣灵充满我。有没有感受这个力量？不要退人，但你会感受力量在你身体上的。耶稣，圣灵啊，感谢天父。你会觉得好像轻飘飘，有一种晕的感觉的，好像飘啊飘，飘啊飘，有多少人觉得飘啊飘啊，好像飘飘到神那里的，继续投入，飘呀飘，飘呀飘，飘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利路亚，飘呀飘。飘呀飘，飘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！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利路亚！飘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。飞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利路亚！飞呀飞，飞呀飞，飞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！跳呀跳，跳呀跳，跳。
的耶稣怀抱里，哈利路亚，跳呀跳，跳呀跳，跳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，飘呀飘，飘呀飘，跳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利路亚，跳呀跳，跳呀跳，跳到耶稣怀抱里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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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多少人现在是享受的？你会享受，真的感受一种平安舒服的感受的，继续投入享受。哦，享受主，享受主，我要永远享受主，哈利路亚，享受主。享受主，我要永远享受主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我要永远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我要永远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感谢天父。你继续留意你的身体，有没有一种能力，圣灵的能力进入的里面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心里面真的感受这种能力，你有没有感受？从头到脚，哦，哈哈哈哈，这种喜乐，哦，我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这样做，你就会被圣灵充满，这个就是我的动力。越被圣灵充满，我的生命就越被提升。越浪费时间，生命就没有用。从小的时候开始，我告诉你，有些地方有几岁的人，他们充满能力为人祷告，充满能力。好了，你们现在操练一下，两个两个，小孩子按手这样，我告诉你怎么做啊，过来过来，我示范一下啊，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，看看每一个看着我。你就按手在他身上，在他的肩头。你祷告的时候不要，不要，我现在示范，现在示范。你的头要直，每一个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现在不要做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看着我，头不要弯，直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你长时间祷告弯着头，对你的。你的脖子不好，放松，然后你就跟我享受神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但讲的时候，心灵去飞到神那里，啊，就好像灵魂飞到神那里，你看到吗？我按手他的身上，他就马上摇动了，马上摇动了。你里面觉得怎么样啊？在摇动，摇动里面呢？在飘。啊，票啊，里面有没有平安啊，轻松啊？有，这个就是我希望你们这样做，一个为一个祷告哈、啊，一个为一个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。好的。哈利路亚，你跟着我说，你跟我说，因为我要你习惯这种轻松享受神的祷告，你跟我说哈。啊，感谢天父，天父爱我，天父爱我，天父陪伴我，天父祝福我们，天父与我们同在，哈利路亚，我享受神，我享受神，
我喜欢神，神就喜悦，神就喜悦。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，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我爱神，我爱神，尊崇神，我尊崇神，侍奉神，侍奉神，必定蒙福，必定蒙福，神必定祝福，神必定祝福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天父爱我，天父爱我，天父祝福我，天父祝福我。我有天父做我的朋友，我有天父做我的朋友。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神的儿女，神所喜悦的，神所喜悦的，神祝福我的，神祝福我的。你们不要四个人两个两个听话，一个为一个祷告，另外一个是领受，一个一个为一个。耶稣，感谢你，不是这样，不是排队，听我说。一个为一个祷告，不要自己改变。感谢天父，天父爱我，天父祝福我，天父祝福我。有神真好啊！啊，不是，你是领受。对，我是领受的。哈利路亚！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好了，我现在问你们，有谁被人按手的时候，你觉得很舒服、平安、轻松，啊，有经历圣灵的，请你举手。刚才有人为你按手，有经历圣灵的，请你举手，高举你的手。好了，现在在做，你现在是反过来，反过来，他为你祷告，但。好了，你反过来被人祷告了，你不要玩，不要玩，被人祷告了就为人祷告。好了，有跟我说啊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天父爱我们，天父与我们同在，天父祝福我，天父陪伴我。天父看重我，有神真好啊，有神真好啊，耶稣看重我啊，我顺服神，我爱神，神是美好的，有神万事主，讨神的喜悦是不难的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荣耀归于主，我全心爱神。一个为一个按手，另外一个领受。那个，我想上个厕所。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好了，有多少人？好了，好的，多少人？别人为你祷告手，有舒服、平安、轻松的，请你举手。两次祷告有经历的，请你举手。你就看到你们也可以有能力，但能力可以。